用关在里底啊。喂，妈，你哪边来？我跟瑞德哥一个人伫个餐厅。哦，哦，好好好，我知影。我妈讲停车位就歹找，已经嘛停伫个餐厅门口口。这附近不是有迄个停车场？我来去倒啥个？嗯。这拄当甲瑞德哥分开，就马上敲电话来啊！这何爱家真正是心机足重的呢，阴魂不散。瑞德，心肝你无用啊，咱拢无接电话。我去用关伫个工厂内底，敢会当麻烦你联络工厂的人来替我开门？多谢。我看有人吗？我有人关在工厂内底。我想关在工厂呢，我来救伊。你跟你妈讲一声，卡毛去办条出去。我才不让你跟何爱娇担当相处。你个练真是卖跳，放心啦，我赢嘞。喂，哎呦，他跟你卖跳，你个跳，你要紧无？真正是，你安怎无啊？我无代志啊。咁真正无安怎？无代志啊，你看手甲脚拢有人叮当。这届胜利何温啦，以后唔通再冲崩啊啦。你今日传讯去叫来救你啊，你乖乖等我就好啊。以后莫再挺强啊。好啦，我知啦。我的手机拄只落去啊！我先找手机啊。我看先莫找啊啦，明仔再来找。我先上来等啦。无要紧啦，应该就伫遮找看卖咧。啊，找着啊！安怎？物件给我夹。这个空水根本是瑞德哥是在创啥？明明希望伊两个人分开，想怎伊两个人煞愈行愈远。阿姐。发生什么事啊？敢是受伤？伊拄只是抓脚着，我咧退药，把伊毒素出来。瑞德哥，你安尼是咧创啥啊？安尼你嘛会中毒嘞？你是古装剧看伤济啊？你三个再去病院就好啊。阮瑞德为了爱家，真正啥物拢会当做，伊讲家己已经放下，敢是咧骗我？